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，你还想当什么？魏志远，我说停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哥要做，要你做。哥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小伟，你不会是一个人的，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撑着，我可以照顾你跟小宝。小远他喜欢男生，该不会小远喜欢的是你吧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，给我滚！你们是兄弟，搞什么鬼啊？听我说，对不起。全世界只有小远对你这么不领情，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。你们喜欢的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？所以这个决定可以这么轻率吗？我必须要想到未来吧。他的未来没有你，你愿意吗？小雨，魏哲，等一下。你来找我是因为你觉得愧疚吗？还是因为你在乎我？魏哲，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